翻山越岭，斗智斗勇，抓个鸡还要半夜天黑。有了它，一顿风生水起的宴席有了家的味道。2000多年前的一场杀身之祸，如何成就一个大产业？让熬汤的鸡肉怎会如此下场？喂我们家小狗了，喂狗了。夏大厨又有啥珍藏秘方，让熬汤后的鸡肉品出了麻辣和鲜香？而郝大厨的大类作品《天下第一鸡》又有何制作秘籍？比拼美食，比拼健康，专家有观点，观众定胜负。一起看爽凉皮儿和黑乌鸡，看到就能吃到哦，送到您家，快抢啊！凉皮儿，凉皮儿啊，凉皮儿！以前这个凉皮儿只有陕西有。要吃凉皮儿，你得走西口啊！哎，现在要吃凉皮儿啊，时尚大转盘就有啊，吆喝一声给您送到手，还有免费速溶会员果汁哦！健康早点喝会员，本栏目由会员果汁冠名播出。那就请这个美女杜云给咱们的凉皮儿代个言吧。看韩剧，吃凉皮，身材赛过万人迷。和慧乔争夺宋仲基，再过来自星星的你。哎呦呵，那个下面要请这个易中天教授来为我们的凉皮做一个总结发言啊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说说李婷婷。在想当初每顿饭吃一碗凉皮儿，会使你力大无穷啊。那么这个力气大到什么程度嘞？那就是夏大厨拎着郝大厨的头发，他能够把李英老师拎起来。怎么样，这凉皮？相当好，没问题。是不是？来呀！来哟！美人鱼，来呀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留点肚子，过一会儿我亲手给大家做好吃的凉皮。你做的凉皮为什么就好吃啊？原材料地道。哎，咱都知道陕西凉皮好吃，是不是？陕西凉皮四大流派当中，我们接下来找到的这个，那可是稳坐第一把手。时尚猎人现在出发。时尚大哥吗？在陕西省汉中市，只要到了吃饭时间，你随便走进一家街边的凉皮店，便可以目睹这番宾客如云的景象。无论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有地方坐的还是没空位站着的，大家都在挥动筷子，享受凉皮儿带来的快乐。挺滑的，而且蒸的比较筋，都是每天不吃都不舒服，想家都是想吃免息。到了汉中，时尚猎人才知道，凉皮儿这个我们平时认为的小吃，在这里是占据统治地位的食物，媲美所有主食。当地的美食协会算过一笔账，一年时间，如果把全汉中卖出的凉皮儿头尾相接，能有2.9亿200万米长，足足可以绕赤道7圈多。汉中人爱吃凉皮儿，那是因为传说这种用米浆做成的食物就起源于汉中。说起起源这事儿啊，还真是个意外，而且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时代。由咱们汉中郡县的这个千夫长带领着200号的这个士兵去给秦始皇呢送这个粮食。那么在路过秦岭的这个途中呢，就突降了连绵的大雨呀、啊，就延了误期了。按照当时秦国严苛的律法，误期就要处斩。这位千夫长觉得大家不能都做饿死鬼啊，于是带领士兵打开米袋子，准备做顿米饭。当他们打开粮袋的那一刹那，都傻眼了。为什么呢？经过那个大雨的浸泡，这个粮食用手一抓，它就成了米浆了。这时，一个随军的厨子自告奋勇，通过简单的磨制和水蒸，制作出了凉皮儿。千夫长不仅吃到了饱饭，还把凉皮儿献给了秦始皇。始皇帝吃后非常高兴，免除了这支队伍所有的刑罚。
小小的凉皮儿便拯救了200人的性命，而他的做法也被传承了下来，一直保留到现在。选择汉中当地一年两熟的大米，凉水浸泡一晚上，然后伴随着石磨的转动，米浆缓缓流出。50岁的李新明师傅在12岁就从父辈那里学到了这样的本事，但这只是凉皮儿制作的开始，蒸才是其中的精髓。不就是上笼屉铺笼布，等着蒸汽上来开始浇米浆吗？石上良人觉得这并不难呀，咱也可以做到。来，这一题让我试一试吧。你来吧。啊，要先铺布铺平啊，这是有点很烫啊，铺平两边的气眼留下，撒出去是吧？不好意思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真是不好意思。米浆浇洒了不说，时尚猎人还在笼布上画起了大花脸。这样的凉皮儿做出来啊，薄厚不均，失败。再看看人家李师傅，勺子一歪，手腕一抖，米浆一次成型，而且厚薄刚好，这可直接决定了凉皮儿出锅后的品质。一锅6个笼屉，5分钟以内全部搞定，开始加大火蒸制。通过水汽的运作，热量均匀地弥散于容器之中。蒸笼打开，凉皮儿跟着笼布被整体取了出来。揭下笼布，再刷上防止粘连的菜籽油，一张凉皮儿就大功告成了。李师傅说，他做出来的凉皮儿外号钢皮儿，没有任何添加剂，只依靠精湛的纯手工技艺，发挥米浆本身的粘合之力，达到甩不烂的境界。凉皮儿被等分切开，加上调料和配菜，就可以供挑剔的食客品尝了。而这样好的凉皮儿不仅汉中有，这次也送进了我们北京的演播室。凉皮儿啊凉皮儿啊，地道的汉中凉皮儿啊，杜家菜牛肉炒凉皮儿让您绝对值得期待。哈哈，富士秘制爽心凉皮儿让你爽翻天。来吧来吧，开战，走你。手菜熟得快，大热天吃凉皮儿怎才能更冰更爽？富裕龙有3大爽招：牛肉炒凉皮儿不加放一滴水，还要又嫩又滑。看杜云有啥妙招？干什么像什么，不会当厨子的主持人不是个好歌手。等一下，哎，葱姜蒜。嗯，这个味儿够浓啊，香味儿。夏大厨，不要在一边偷学啊！我看你怎么现眼呢？现眼现眼，现场表演嘛。对。注意了，富裕龙马上要亮出让凉皮儿冰爽的第一招。为什么要不冰水呢？师傅，爽心凉皮儿吗？爽心呐！嗯，不凉是怎么能爽啊？对，赶紧卸麻酱。卸麻酱，麻酱，水，水。哎呦喂，师傅，哎，这麻酱有点太干了，你看。哎呀妈呀，加点水。加水也打不开呀、啊。我这儿有妙招，快看。这什么？香油加麻酱，赶紧试试，这就能调开。您、哎、好呀。好好好，打开了打开了，师傅，接下来黄瓜丝儿，黄瓜丝儿。你夸夸我的豆腐，你漂亮，真棒，给我斩。成功了。接下来加入蚝油、酱油、醋调制，第二个爽招就要出炉啦。哦，这是芥末，芥末油，芥末油少来，走你。好，好嘞，绿芥末，芥末干，油豆豉。什么叫快手？什么叫快手？就说你手够快，嘴也不要停。让凉皮冰爽的第三招来啦！这什么？这是薄荷，薄荷，走你，爽。
没吃我都觉得爽。哇，继续拌匀，拌得到。杜云要用干炒牛河的方式做一份牛肉炒凉皮儿。干炒牛河可是考验粤式大厨基本功的头道美食，讲的是猛火快炒。杜云爱得起来吗？切一个象眼，其实呢就是切出一个菱形来，对，菱形片，这样炒的时候呢会好看，而且还不会特别粘。太厉害了，没有一刀的这个大小能一样。师傅，你是我们队的。接下来呢要切牛肉啊，牛肉是要这样斜刀切，对，这样切出牛肉才有口感。韭黄切段，胡萝卜切片，这时厨艺女神杜云拿出一个减葱神器，真的有那么神吗？哎，大家说我的神器怎么样，你们看到没有，看着葱花特别快捷，就不用像刚才某些人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做，累不累呀？完美完美。今天用到的是一种这个干炒牛河的方式，也就是说我一滴水都不会用到的啊，两分多钟了，来得及，天哪，马上到时了，哎呀，手忙脚乱呀，不可能，哎，凉皮儿上场喽，看喽，这气势，这会儿呢可以放一点生抽。这道菜呢我们什么盐，一点盐都不放，只用生抽来调味儿。哇，好香啊，我现在就闻到那种香味了。这个时候呢再放一点老抽提提色。杜云牌铁板炒了炖，你们输定了。加蔬菜有诀窍，先加不好熟的胡萝卜片，再加韭黄和银芽。哎，这炒旁边的凉皮底下。哇，这道美食的诀窍就在猛火快炒，如果您在家想试一试，一定要用大火，翻炒速度也要像杜云一样快哦。3、2、1起来。富士秘制爽鲜凉皮，哎，正宗的杜氏牛肉凉皮。哈哈哈哈，你们的食量好大哦。看看我这人气啊，来块肉，哎，这牛肉可嫩了，大夏天的天这么热，大家吃一点，哎，还能解暑。哎呀，李老师，那个其实吧，我那个老崇拜您了，我是您忠实的粉丝。真的呀？就您很多那个节目当中你讲的养生啊，啊，没错，我天天不管多忙，我大追着看。真的？很好。你都追过什么节目呀？我听听。非诚勿扰啊，奔跑吧兄弟啊。我说的呢，怪不得你看了养生节目吃出个啤酒肚来呢。还有。哎，大家说说怎么样味道？我是杜斯。啥？我是你的粉丝。哎呀！我今天吃你的凉皮儿，我值了这次。你看，起码一票了啊！再来两碗。这个凉皮儿的味道呢，还是不错的，但是跟我们家乡比起来，还是差很多哦。啊！有来砸场子的了。凉皮儿嘉宾所说的家乡美食，真的能比杜云做的牛肉炒凉皮儿更好吃吗？红红火火，热气腾腾。这就是油泼辣子热凉皮儿，汉中当地最传统的凉皮儿做法。它是美食，又包含着内心情感，而这些都在最普通的生活中。五月，地处秦岭南麓的汉中市正处农忙，越冬的油菜籽、中草药到了成熟的季节，农民们顶着烈日为一年的生计努力着。这段时间，50岁的赵玉琴很发愁，他有农活要忙，还要负责做出简单又能让一家人喜欢的饭菜。今天
赵日前决定做自己最拿手的食物，而第一步就是准备调料。一锅酸奶、茶口、酿姜、那当归，这些似乎在中药店里才能听到的名字，却出现在了这个普通的农村厨房里。这就是汉中人的习惯，他们把这些中药材和香叶、花椒、八角等一起捣碎，提取特殊的香味。一代代的传承让这些农村妇女知道，这些东西搭配起来可以有效预防当地最常见的风湿和胃肠疾病。当然，芝麻和红辣椒还是汉中人最爱的。芝麻下下去最香了，特别特别香。这辣椒不能太辣了，太辣了上火。调料整装待发，一边的柴火锅里冒起了青烟。赵玉琴倒进了一盆清亮的菜籽油，这是今年的新菜籽压榨的。他深知这种油的特点，需要小火慢熬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。自己压榨的，纯正。在这个烧油的过程，一定要把这个油生油味要烧掉。在柴火的作用下，油温逐渐升高，一场沸腾大戏即将上演。先拿出。对于很多西北的孩子来说，妈妈的呼唤、飘散的香味、鲜红的颜色和沸腾的感觉，都是油泼辣子带来的最真切的儿时记忆。满院的辣椒香味还未散去，赵雨晴的凉皮儿已经出锅了。不必等它冷却，简单几刀切成宽宽的条子，加上调味汁、油泼辣子和配菜，地道的汉中热凉皮儿可以享用。来，看着全家人围坐一起，狼吞虎咽地吃着热腾腾的凉皮儿，这是不是赵玉琴一天最快乐的时候呢？会员果汁冠名播出。杜云的牛肉炒凉皮儿，傅玉龙的爽心凉皮儿，谁能胜出？耶！嘻嘻嘻嘻！你们这帮人怎么样？你们多少天没吃肉了？再比一轮大菜，接着来，谁怕谁？下个环节将是夏大厨、郝大厨的巅峰对决，他们用的食材同样来自汉中，会是什么呢？时尚猎人现在出发。听说这山上有一宝，很难逮到。老乡教我了一种竹笼陷阱的方法，这次我一定要把它抓上。来了来了，准备，抓，吹。鸡短短的腿，跑起来却是一溜烟，跑上山崖都不是事儿。这股子野性啊，时尚猎人算是见识了。可当地老乡们却觉得这事儿稀松平常，因为生长在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的乌鸡就是这个特点，个头大，体格壮，还都是运动健将，不仅能跑，人家还能飞呢。哎呦，人家有翅膀会飞，我们怎么比啊？抓鸡这事儿啊，还是算了吧。略阳乌鸡咱没抓着，远近有名的这个乌鸡哥咱必须得去见识见识。乌鸡哥，
乌鸡哥大名宋涛，八零后，土生土长的略阳人，非要到山上来养鸡。这为什么把要把鸡放到这么高的山上来跑呢？我们这个鸡就是要放，放的时间长，它这个肉质太好，每天就放，每天放。我们要在林子里面放200多天以上，你在房子里面养，你就把它憋着了，闷着了，不野了就不是略阳乌鸡。这略阳乌鸡本身就是个野性十足的原始物种，宋涛再这样放养，他们的脾气可就更大了，吃饱了就得靠打架来消消食儿。会飞爱斗，这略阳乌鸡可真不是一般的鸡，而且他们连晚上睡觉都不走寻常路。这个树上应该就有鸡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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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还真是，上面就是鸡，还真是，真是，都睡在树上的晚上。哇，它怎么上去的呀？它自己飞上去的。我们还在惊奇眼前所见，乌鸡哥宋涛却搬来了梯子，他这是要干嘛呢？脚点来，点来，哎，好好好，脚都点直，都点整个带脚。哎呀，这只好，这紧打探有紧疼这个鸡。好家伙，乌鸡上树睡觉，乌鸡哥上树抓鸡。哎呀，这也是没办法，别以为只有咱时尚猎人抓不到鸡，乌鸡哥要想在白天抓鸡呀，那也得费九牛二虎之力，只有晚上趁乌鸡睡觉了才好下手。我们也难得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传说中的略阳乌鸡。你看这管子也是无敌，嘴壳子也是无敌，舌头也是无敌，腿也是无敌，指甲也是无敌，皮肤是无敌，都是我们略阳乌鸡的这个六端无显著的特点，你知道吧？让鸡的颜色更黑，这是乌鸡哥最大的心愿。从雏鸡开始，以黑为标准来选育血统最纯的品种，以野为标准来养出最接近原始状态的乌鸡，让乌鸡的肉质紧实，极富弹性，更具营养。这么好的食材，咱们不能光留在山里啊！略阳乌鸡马上送到北京的演播室，看看两位大厨能做出怎样的美味吧。吃你那炒凉皮炒的，你什么时候偷臭凉皮了？哎，电视机前观众，现在马上扫描我们的二维码，正宗的略阳乌鸡汉中凉皮送到您家，快抢啊！熬鸡汤怎样配料最养生？熬过汤的鸡肉怎样简单加工就变得美味无比？天下第一鸡全熟鸡有何制作秘籍？马上为您揭晓。健康早点喝汇源，本栏目由汇源果汁冠名播出。好，大战开始。开始，早点。说完了。今天咱们要做一个，这是天下第一鸡。天下第一鸡，泉水鸡。泉水叮咚。泉水鸡，你看啊，我这儿还有一个秘制的酱料，秘制酱料，咱们做泉水鸡秘制的酱料，哎，嗯，咱们用的是泡灯笼椒，加的泡姜泡蒜，熬制而成。哎呦，秘制猪肉下锅，煸炒。一般做肉类食材时，大家都会焯水去腥，可是郝大厨的做法与众不同。鸡肉。这个鸡肉啊，咱们只是用清水调醒一下啊，千万不能焯水，如果焯水的话会让它的鲜味流失了一部分。哦，那不会有那种腥味吗？一般我们焯水要撇去浮沫呀，去去味啊。哎，用清水反复的调洗就可以了。这会儿可以加入葱姜蒜啊，因为这个有一个小火慢炖的过程。哎，我师傅就是个小火，你就是那个慢炖，咱俩是小火慢炖。小火慢炖，哎呀，真受不了这自恋的哥俩。加入料酒去腥，秘制酱料提味儿，再加入胡萝卜青椒炖煮，
这时郝大厨啊透露了一个烹饪的秘密。咱们加上这个青椒啊，还有这个胡萝卜啊，主要目的就是什么呀？去除它的腥膻异味，同时有一个提香的效果。提香，记住了，大厨们在炖煮肉类食材时，往往会加入蔬菜，要的是巧借蔬菜之清香，既去腥又提香。加入一些酱料，沙茶酱，沙茶酱一勺，蚝油一勺，辣酱，辣酱一勺。哎呀呀，太辣了！别干扰，真的不是很辣。你爱吃怎么吃啊？我跟你说。别干扰。太辣了。十几粒的白胡椒，哎，八角，好，桂皮一块，整个这一锅乱炖呢。香叶，香叶，齐了。太厉害了，把木耳泡上吧。干的。注意了，大家做菜都会碰到木耳、香菇等来不及提前泡发的情况。傅玉龙，三分钟能泡好木耳吗？三分钟搞定，加点热水，哎呀，密封一下，开始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木耳你要一颗也行，我也要，你也要，三分钟咱就行。让我们一起摇摆，一起摇摆。绝对开了，绝对开了，我一点都没瞎说。看，怎么就开了？你等等，稍微差点。是不是我亲师傅？真是亲师傅，郝大厨马上就上，能成功吗？这跟我的程序有什么区别啊？对呀，少个盖儿。不一样，走。然后呢？咱借鉴他们家的微波炉使，怎么样？师傅，你要这么摇容易烫着。那是烤箱。好啊，师傅，我一时眼花。哎，微波炉，高火。三分钟，高火在哪儿？走。哎，你说我还真行哎。好了，哎，完全开了。真的很快，三分钟哎。完全上马开了吧？师傅果然厉害。哎，咱们用这种方法啊，发这木耳，既快速，还保持营养。注意了，大家经常会遭遇木耳、香菇忘记提前泡发的情况。泡上水，放进微波炉，高火三分钟，马上搞定。这是我见过最黑的乌鸡，你就光看这鸡冠子，多霸气！霸气。好，把这个鸡脚乌鸡放到锅里边，凉水去焯煮。哎呀，经典的乌鸡汤啊！太棒了，因为咱们是喝汤，一定要把这个血沫清理干净。没错。想熬出好鸡汤，第一步就是焯掉血水，汤才能清澈甘醇。夏大厨家的配料中，除了我们常用的生姜，还有一个让人意外的配料。那做这个鸡汤啊，咱们在家里边还有一味调料一定要放，白胡椒粒。这个我可从来不敢放，它不是很呛吗？哎，它整粒的包煮啊，它可以有效的去吸附这个腥味。熬汤家家户户可没少做，它说起来简单，可是有一个关键步骤，一旦出错就无可挽救，是什么呢？水要一次性的放够，中途要如果加水的话，这个汤就完全失败了。再好的食材要加那个开水也不行，也不行，凉水肯定不行，凉水不行，开水也不行，也不行。对，哦、就是一次性的，让它的这个汤水吸附。那我想喝汤的话，我就多放点水呗，一开始。但是汤多一口，味减三分，所以这还有讲究。我们这个鸡汤呢，就是以基本上能没过这个鸡肉为好就可以了。鸡汤谁都熬过，但夏大厨有珍藏多年的独家秘方。他加入的是松茸、羊肚菌、竹荪、党参、淮参、沙参、大枣。可羊肚菌、竹荪等不好清洗，一旦汤中有沙粒就太扫兴了。别急，夏大厨有妙招。咱们这个菌呢，一定要泡发以后要拿那个水淀粉去抓捏它一下，把它里边的这个泥沙去给它吸附掉。这样的话吃起这个蘑菇来就肯定不会牙碜。切好的配料放入锅中，大火烧开，小火炖煮。这个鸡汤配方有何门道？听听营养专家李英怎么说。实际上乌鸡来说呀，比咱们普通的鸡它的滋补的作用要高一些，哎，补气呀，补血呀，而且黑色入肾。菌类的话实际上是增加免疫力的作用，哎，沙参它是生津的作用，淮参是补脾补胃的，所以这一锅汤真的是非常好。听听，咱们炖煮了差不多有40分钟。是的，咱们看。哎呀，太多了。那这会儿呢，咱们就要下入刚才煎好的这个蘑菇。
松茸啊。对，松茸下锅之后，咱们让它进一步入味儿。另外，刚才我们自发的木耳，木耳下锅，这个鸡肉咱们炖得非常的软烂。哦，一看就进去了。对，所以这个火候咱们一定要掌握好，新鲜的辣椒，补充维生素。哎呀，老好，这边老好了。宋涛，我想问一下哈，在你们当地除了用乌鸡来煲汤的话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色的吃法啊？秦岭山区特色的吃法有烧着吃、炖着吃、蒸着吃、炒着吃。哎呀，无论哪种吃法，乌鸡在当地人心里还有一种特殊的意义，因为它是家宴上的一道必备美食。团聚让这个山村小院儿有了难得的喧嚣。作为一家之主的宋万富却在这个时刻选择了离开，他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。一般的谁不得吃，我们无忌他说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我们才得上来吃。55岁的老宋在村里当了33年的厨师，夜晚来临之前，他要准备一场盛大的家宴。在略阳这个乌鸡之乡，一顿体现主人诚意的饭食必须以乌鸡为主菜。老宋显然深谙此道，他要拿出祖传的乌鸡制作方法。少量的油烧热，加盐和白糖，在不停的搅动中，汤汁渐渐变成了晶莹剔透的红色。接着加入清水，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去腥佳品生姜，切片放入汤汁，再加大火熬制半个小时。简单的工艺造就了这道主菜的核心部分卤汁，而这份简单是当地人对乌鸡原始味道最好的保留。该是下锅的时候了，黑色的乌鸡遇上红色的卤汁，香气顿时弥漫了山村。为了充分入味，宋万富要在高温下不停地浇汁和翻动。将近一个小时，卤鸡出锅了，饱蘸汤汁，咸味得当，肉质细腻，香气扑鼻。几十年来，几乎每个月宋家都会迎来这样的团聚时刻和一桌风生水起的宴席，大家吃着家乡的味道，感受着血缘亲情的凝聚。而闲不住的老宋又不见了，在厨房里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片卤鸡。这个卤鸡片啊，能烤十几天呢都不得坏。我们这个出门路远，父母得给我们做这个东西。我们现在做一点，希望是他们一吃，他们也都记起我们家乡了，都记起我们的父母了。希望他们哎，与他们平平安安的。鸡汤要出锅了啊！哇，多香啊这个汤！哇，太香了，特别浓郁的这种香味儿。来，这儿想问咱们现场观众一个问题哈，你们觉得是鸡汤更有营养，还是鸡肉更有营养？这个营养肯定在鸡汤里面，然后那个肉呢，就是都已经糟了，我就喂我们家小狗了。哦，哎呦，你们家狗太奢侈了，喂狗了，真的。那咱们现场做一个调查好不好？大家如果觉得鸡汤更有营养的，举红色的牌子；觉得鸡肉更有营养的，举蓝色的牌子。行，好，继续排。肯定是鸡肉有营养啊！我看看啊，那认为鸡汤更有营养的更多。我们今天呀是来测测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鸡汤100克的话含有是27千卡的能量，蛋白质1.3克，钙是2毫克，100克的鸡肉里含有的能量是190千卡，蛋白质是20.9克，
相当于鸡汤里蛋白质的16倍，钙呢是16毫克，等于是鸡汤8倍。我虽然也知道这个鸡肉的营养更好，但是这个炖完汤的鸡肉真的不好吃。这是事儿吗？啊，咱们对呀，在我师傅这儿就不是事儿了。那咱把鸡肉好好再加工一下。没问题。哎，同志们，加菜啊，加菜，买一送一了啊！原来是乾隆一品竹丝鸡，现在这叫乾隆双味竹丝鸡了。这个乾隆也够没谱的，要说加菜就加菜。怎样让鸡汤里寡淡无味的鸡肉变得滋味无穷呢？夏大厨有妙招。你看这个鸡肉啊，随着咱们的这个长时间的炖煮，已经非常的酥烂了。嗯，真是乌黑油亮的。手撕呢，可以就是咱们不破坏鸡肉的纤维。对，现在你们俩手撕的这个就是阿姨他们家那个宠物的晚餐是吧？这咱们算是得罪这条狗了。增加滋味的秘密啊，全在椒汁上。看好了，麻椒炒香，加小葱大蒜剁碎，加盐、糖、生抽、香油，绞肉鸡汤，一款百搭椒麻汁，能让所有的家常凉菜麻辣鲜香。别急，还有一款百搭红油的秘方更精彩。不一样的辣椒油，这两种油按照1:1的比例放到锅里边。我这个辣椒油它是辣而不燥，味道极其的香浓。行嘞，就是因为我这里边的两种油和特殊的手法。哦，看手法。哎，那咱们再放进去10个左右的花椒，两个八角就足以了。你随便做做。对，你别太欺负他们啊。啊，行，小葱尾巴放到里边。嗯，慢慢的去浸炸它。花椒、八角还有葱的这个香味慢慢的浸炸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往这个油里边直接放入辣椒面。这是我们陕西的鲜辣椒面。哦，然后这个鲜辣椒呢，它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么一个特点，就是红而不辣，辣而不燥。哦，不会特别辣。哎，辣，哼，就是吃起来过瘾。你看，经常是咱们吃这个凉皮儿、米皮儿，就觉得上面挂的是红，满满的红油啊，一碗的红油。特别过瘾啊！但是它真的是吃起来以后不让我们接受不了。对。那咱们看到红油呢，随着这个温度慢慢的下降啊，咱们现在就要把火关掉了。嗯。让它慢慢的析出这个红油来，一会儿拿它去和咱们这个鸡肉一起做一个完美的搭配吧。快要可以吃饭啦，宰鸡了吧？很好吃哟。放上一些经过冰镇的黄瓜丝，再放米皮儿，手撕好的乌骨鸡的肉，上面淋上椒麻汁儿，最后就是刚才我们的美丽的辣椒油。怎么样？乾隆双味竹丝鸡，哎，大功告成喽！哎，来吧，看看咱们的泉水鸡，看看我们天下第一鸡，泉水鸡，哇，也不错哎。椒下锅，稍微一入味儿，咱们即可过火。好，马上就大功告成。咱们倒数3个数，倒数三个数，3、2、1，过火，出锅，出锅喽！啊，连肉带汤，实惠。哦，咱们加一些泡姜，哎，小葱点缀。哇，太辣了，喷火，好好喝，喷火啦。啊，喝完以后它后边就是这样了。火呀，火了，我还没冒火呀。
味竹丝鸡，乌鸡焯水，加水大火烧开，加松茸、羊肚菌、党参等，转小火炖煮50分钟。鸡肉手撕，浇入椒麻汁和红油。泉水鸡，乌鸡反复漂洗后与五花肉一起煸炒，加入辣酱、秘制酱料，加水炖煮。烧开后加入胡萝卜、辣椒、白胡椒、八角等香料，40分钟后起锅。哦，食材都是你煮的，哎呀，所以你以后煲汤这肉啊，就解决了这问题，就是能吃了，我不用喂狗了。狗会恨下大厨的。营养专家李莹给了下大厨队绝对高分，现场观众大分，是否与专家观点一致呢？哇！广告之后还有最后一次送奖机会，您将有30秒时间，乌鸡凉皮啊送到您家门口。夏大厨的乾隆双味竹丝鸡，鸡汤奇香扑鼻，入口甘甜滋养身心，一道绝妙的红油，一款咸香的椒汁，成就手撕鸡的麻辣冰爽，回味无穷。老大厨的泉水鸡，鸡肉和蔬菜在一锅红汤中跳跃，香辣鲜美的滋味在舌尖上劲爆，尽显川菜精髓。健康早点喝会员，本栏目由会员果汁冠名播出。你看你嘚瑟的，你嘚瑟的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下周再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下周的21:17，石景山软盘和您。